今天要讲的乡野怪谈故事发生在一栋古老的大旅社，这边曾经是暗藏在巷弄中的红灯区，但因为时代变迁导致旅社最终熄灯。但就传闻这边在改建旅社之前曾经有往生事件，甚至在顶楼的神桌下旅社祭拜阴神招揽生意。今晚一来到此处，团队闻到屋内飘出浓浓恶臭味，下一秒姐夫拿出七星剑指向某间客房。哎，带我带这个进去。哦，这里也是双床205。哎，小电视。完全都没看到尸体啊。嗯，对啊。小贤，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很晕，然后臭臭的。我觉得好像前面的味道比较重。应该是姐夫刚才感觉到有灵体的位置，走，我们过去看好了。因为后面这边的味道就不见了。没有，这边空房。空的，然后这里。空的。这边也是空的。兄弟。看不到兄弟。来行，你姐夫达到有感应到的所在。哦，味道是从这边。前面就是这里。我靠！你不舒服吧？你不要太靠近哦。可是就剩我一个人在这里啊。没有，你要前还是后？前。那你前。前。这里。哦，是家是家，不吵。嗯。这足奇怪，然后。大家注意，楼梯要有金纸，楼梯。来，注意哦，他都几乎的判断是对的，因为几乎公交有迄个嘛，有状况嘛。结果我行到楼梯啊，看到还有迄个银纸。那边，那边，楼梯全部都是。哎，有。有哦，嗯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都撒银子啊，不知道是谁撒的。来，好，小贤，你哥也塞吧。这边上去会有一个东西哦。这把先给我。包包要先放这边吗？还是你要走起？我边，哎，好，来行起。行，等下恁看到，莫惊到。整栋楼都是房间，然后这里有他全部的那个图。
加几上。哎、欸，伊够楼顶诶，够一个楼梯诶。等下我先看车，遮拢用亚金纸。那边应该有声诶。嗯。我有，他说有一个稀疏的声音，这样子跑的声音。哎、欸，啊，然后影子是从那边一直延过去。嗯、等一下、哦，我先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。积水，妈，来，全部都积水。银子这样子进来，啊？洒到楼上。哦，哎、欸，还有一个白灯笼哎，老丁姐白灯笼。我不要加毛衣啊。不送款。还没有明天。从二楼到三楼就撒，然后三楼现在再上来，一样再撒。而且这边是有烧过的痕迹哦，有些是有烧掉的。建桥的迄落灯笼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朋友，你说，嗯，哎、欸，你无啥爽快，要先处理吧。你先走上去。这边稳点啊。嗯。靠这个房间这里好了。来，过来。来看，这好像有点重啊。你被压起来，应该是在港口。嗯。师傅，我刚已经看一个物件，在这间内底。完事要处理了。叫什么名？嗯。这间，我刚看这间内底。是啊，后面压迫感很重。我看迄间要先入去看无？肯定先甲小可顾下。好。啊，阮两个先入去，有，咱两个先入吧。哦。喂。几家？他神明厅这里有一尊七爷。等一下，网友给我的图片七爷是完整的，然后现在被烧掉了。我要拍下来。内底有一尊七爷，用小姨啊。小姨。对，本地，我就是要甲你讲，有人拜七爷啊，结果去用小姨啊。这万岁，即摆是。万岁，若降雨灾了，请指示哦。
迄七爷已经无伫个啊。无，七爷无伫。吓。啊是遮，女侠家己拜，是人徛遮。应该是女侠这边遮进前咧拜。开场的时候我无讲，就是因为想讲先莫讲。犯罪是要处理吗？应该是迄个神尊内底有吼，啊，唔知上来用较烧，嗯，迄个袂爽。哦，有人甲破坏掉啊？对啊，有人来乌白个边啊。嗯，本底无烧应该无代志，因为七爷本身就算阴神啊。犯罪请。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他就先来挑衅。那应该是本底就是这样啊。他是就是头前来的人都变歹，上面压迫感很重。今仔日好兄弟，代志想要有关到。